我听见了声音。塞拉斯·包女儿。奥布拉尔，这也太能跑了吧！还为啥遇不着啊？咱俩谁也别吃。我看你吃不吃。你别吃啊，你这辈子也别吃经验。真猥琐，他拉了老多经验了，这小子他就不吃，就怎么的也不能被遇着，就不吃。我必杀你这一波，你即使升级都没用。这也太难受了。哎，饼干没吃，我靠。不应该没杀了啊。我连 W 没学，学了二级 Q 都没杀掉。这不能是，不是说送我就即使换他，我都得给塔下给他换了，因为我不能让他吃那波冰。没杀掉，有点烦躁。银马可能会来，闪现 AQ 就稳了，闪现 AQ 我就死了。那防御塔，我想的是先 A 他再 Q， 你知道吧？等他闪现完事我们 E， 正好我们不用交个闪，可能闪现还能走。他跟我秦王要柱，要了老半天。实在是没得办法。操作失误了 ，A 没 A 出来呢？怎么？哎，我感觉我脑袋有点迷糊，我天，手有点不好使，右键怎么没点着人呢？老公啊，不是我马后炮呀，啊，就是你这把打之前跟我说你是因为年生才想接着打的时候，我就觉得你这把肯定要归了。为啥呀？我手有点问题。W 平 A Q， 但是他拿两个人头，其实没什么太大问题，没什么意义。他拿着两个头，他不像说上完的剑魔，我们打不过他。这种塔下反杀还好，两个人头600块钱。
叫银马过来，挡一波升六啊，挡一波升六，叫银马过来，让他把银马杀了。你瞅他那，哎呀，太猥琐了。挺好，推一下吧。你下啥？我感觉你这把又躺赢了。不是躺赢，他杀我两回，他都打不过我，你没发现吗？他都一眼得让我卡着兵线，我早晚有机会杀他。我跟你们说，别着急。现在我只是拿他存存款，可能就是他崩的稍微慢了那么一点儿。行啊，来，哎，行，对，没事没事，小问题，没事小问题，这波我必双杀，我告诉你们，看好了啊。什么叫双杀？哎呦！什么叫双杀？看着没，兄弟们？什么叫双杀？哇，这银马给我恐惧时间好长哦！这波有点难受，给我推出来。那银马没死，他们有点太勉强了，杀我这波。这个拉尔其实我们家这把应该拿下的非常轻松的，本来这个拉尔现在应该是0-4啊，我们应该是4-0，但是已导致我们送了全队的人头，属实是运气差了点，并且我的手有点问题。他要出什么呀？他要出和谐战斧吗？他为什么会出了一个小木锤儿啊？这是不是给你点面子了？我发现，嗯。他单杀个粑粑，他能单杀得了我？确实不应该找他拼，差了一个 W。
的队友是不是在骂你啊？没有啊，队友为啥要骂我呀？这波确实是不太应该，都是因为你不跟我说他要单杀我，我根本不可能跟他打，我根本不会跟他打，干扰到我了。一会儿他要我有传送，这该怎么办啊？能。确实是有点恶心。不用，他们自己玩吧。马上小龙刷了，他们打龙吧。小龙拿呀，拿小龙，这波我们得下来拿龙，不行，这个拉尔他有船，我们必须得下来啊。这波对面如果过来跟我们一起打龙，这波船战拉尔下来，我们可能会打不过，所以我们得赶紧下来支援队友。小龙来。我放弃我自己的发育，我们现在找这个寒冰，你也知道吧，软柿子寒冰。哎，上路线咱不要了，我去下路收吧。啊，有没有人去上路收收兵？给我换下去，我不想跟他对线了，我跟他对线了赶上我。漂亮，银马可太不当人了啊，这银马。没事，我们不值钱。这银马啥意思啊？给我杀，兄弟们，套点盐，漂亮，闪现瓶哎！733，不行，这得赶紧来了啊！能走不？兄弟啊，这拉尔你还敢杀？这小子是天选之子啊，他你都敢杀？队友说你在想什么呢？队友不是说我。队友应该能看得出来，看得出来你并不是在松，你只是水平差。我们的队友都很相信我，认为我就是能力不行。不拆了，哎，打个峡谷先锋。来，我们吃个加工术啊！
这不赶开他？哥哥，别松啦，别松啦，你别上去了。这。没关系，我们不值钱，没事儿。我们也就100多块钱，我其实无所谓，我们无所谓，不是很值钱。小问题。漂亮，谢三十点可以。左边拉尔，左边拉尔没大没大没大，没有大没有大没有大大用了，没大没大，可以干可以干，我马上到我马上到，我在后边呢哥，哎有大，这快快快快快，救一下救一下救一下，金克斯咋没人救呢？谢沙拉尔，这玩意儿贵呀、啊，漂亮，我们不能啊、哦，多少钱呢？才500块钱啊！哎，为啥金克斯没有人保了呢？这波46秒小龙，46秒小龙，我们上了收一波吧。嗯，上了收一波。拉尔，来来来来，这波去下啊！小龙团一波，上路兵线给他带过去，让他吃不到。可以，我马上到。寒冰，我们欺负这寒冰，来来来来，我们先上寒冰。漂亮，这个减速，漂亮漂亮！哎，这毛没扎着，没事没事没事，我马上到。可以。小龙啊小龙啊小龙啊，哎呦好高，杀马，哎呦这跑的也太快了，小龙吧小龙吧，打小龙吧，三条龙了，你要上路收啊，你收收呗，我收吧我收吧，让我收一波吧，啊让我收一波，让我收一波，我血杯是来那、稍微是拿点小钱啊，小钱怎么回事，别死啊，别死别死，锤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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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死了，大龙没了，我走走走走走，真狼啊，还好啊，还好大龙没刷，大龙刷了大龙就没了，还好，这是庆幸啊，值得庆幸的是，还打了，打大龙了，我们上去送兄弟们，杀日鸟，杀日鸟，日鸟日紫寒冰，杀寒冰漂亮，嘻嘻嘻嘻嘻，快快快快快，救一下暴女，哎，大龙大龙大龙，先打龙先打龙，我漂亮，杀拉尔杀拉尔，退个线儿的吧，拉尔没杀掉啊。哎，我心脏不太好啊！开张了，兄弟们，开张了！不是光头了，开张了，咱们就得好好学位是吧？好好起飞一波了。先拆个塔。
적이 미쳐 날뛰고 있습니다. 他们有点狼，稍微有点狼，打得太狼了，这样其实不太好。 兄弟们，当你们没有钱出别的东西的时候，这件装备是比较好的一件装备，啊，它是一个性价比非常高的装备。<笑>你都这样了，你还可教教学了？<咳>那我不得告诉大家，这个装备什么装备好用吗？这个装备啊，可以让你虽然没有钱，但是可以让你变成两件套，它就还行。 小龙两分钟啊，啥意思？下人啊，先走一走啊，先走一走，杀塞拉斯。 队友都哪去了呀？我漂亮，拉尔，拉尔，塞拉斯一下，他没有杀漏漂亮，就是金克斯，杀下拉尔漂亮，人马人马，福耶哥呢？福耶哥，哎呀呀呀，发抓扣了，发抓扣也不至于说是投降啊，关键俺们家那人咋都不在呢？ 没人啊，左边就我跟锤石，没有人，还是得要个水银孩，感觉来个水银孩吧。小龙可以要啊。 对面寒冰其实一直在刮痧，保护一下金克斯吧，啊，保护一下金克斯。刚才锤石先死了，我给扫一扫。家，嗯，这家，来来来来来，福耶哥，福耶哥，妹子，福耶哥，福耶哥，福耶哥。 哎，漂亮！先打龙，龙魂得要啊！别，先杀塞拉斯，好，抓住人马，漂亮，还是都没用。这个弟弟，把他杀了来，把他杀，拿下，拿下，把龙打了，打完龙我们推一波中，这不用投，随便打。 简直是随便打！人马这一波，据我的推断是没大，上波把大交了。来来来来来，别着急啊，寒冰可能要射了。打个红的，走走走走走，回家。 哎呦啊！我有印象，嘿呀嘿，嘿嘿嘿，是我。老公，你这把虽然打的不行，但是解说我感觉还不错。还行啊。那塞拉斯是在12级，塞拉斯，寒冰12级。 其实他们家有两个笨蛋，我们家吧，除了我就没笨蛋了，所以吧，还是很好打的。来个蟹手来！哎哎哎哎哎哎哎，杀杀杀杀杀人马！
下少人儿，少人儿，少人儿，开不开？开死他们还不开，少人还不开，下路都有人呢，我在这装什么东西？是不是以为我不敢开？是不是觉得我没有用？看不起我？那纳尔，我说实话，他就杀我这么多回，他最终他都没 C 了，这说明什么？这足以说明我们，我们扛住了压力。上了，干啥呢？想跑啊？想跑？想跑人马啊？那我以前干什么的呢？塞拉斯没用，塞拉斯。死不管，就是拆塔。这还杀什么人？这赶紧拆就完事儿。哎呀我，哎呀呀，哎呀呀呀呀，哎呀，哎呀，我的天哪！哎呀我，哎呀我的天哪！我操你猴子的，敢跟我玩？敢野我，这个零八八的，你还敢跟我打？零八八敢野我二八零，二八十二，性价比看着没？这个装备看见性价比没？减少治疗量2565。俺们家没重伤，包女儿连出都没出，我们出了一个。20秒有到，差最后一路，这银马俺们可以过来跟他干一干啊。捡灯笼，先杀日女，杀日女。哎，佛爷哥先收割，佛爷哥，不急啊，再推。他们家上路兵线已经扛不住，漂亮！给金克斯来一口。银马可以杀银马，银马不敢上啊，银马不敢上。好，包女有杀漏没关系，我杀辣儿。来人，给我扛个塔，没事。在圣内这种情况下，居然都能稳住。不是，是因为我们那没办法，那打野过来 gank 我们了，那我们就只能死，那运气不太行。gank 之前你不已经被人家单杀两波了吗？这个游戏都是相互的，他 gank 我上路，我们家队友就 gank 下路，你知道吗？对面为什么下路这个样子？这零八八，你看零九八零八八二八三，就是因为俺们家包女儿主在装中下了，她老干个我没啥用。这俩人你看着没？你们瞅着没？双排的，看着没？连体婴收的什么阿追什么 Rakano， 哎呦天，双排的，针对俺们，啥也不懂，知道吗？